在下雨天。哗啦啦，哗啦啦，下雨了。听到雨声，我一会儿竖起耳朵倾听，一会儿伸出手摸摸雨滴。突然，一个想法蹦了出来。如果下起彩虹色的雨，会是什么样的？下起彩虹色的雨，人们会怎么想呢？动物们会怎么样呢？会高兴地手舞足蹈，还是害怕地东躲西藏？如果下起红色的雨，鸡皮疙瘩，想一下也觉得害怕。大家可能会大声尖叫吧。如果下起橙色的雨，酸酸甜甜，是好喝的橙汁吗？快伸出舌头尝一尝吧。如果下起黄色的雨，翩翩飞舞，那美丽的黄蝴蝶扑闪着透明的翅膀在跳舞。如果下起绿色的雨，绿意融融，是天空在飞洒树叶吗？大树先生张开了双臂，迎接伙伴们的到来。如果下起青色的雨，哗啦哗啦，遨游在海洋中的鲸鱼会不会以为是大海颠倒过来而吓一跳呢？如果下起蓝色的雨，摇摇晃晃，那是外婆洗得干干净净的蓝裙子晾在了天上吗？如果下起紫色的雨，噼里啪啦，就像从天空中跳下来的葡萄粒，让整个世界充满甜甜的味道。快看，看那儿，是彩虹。哦，原来这下的就是七色的雨。我们看不到它，是因为它被云彩遮住了。彩虹呢？是太阳为没看到七彩雨的人们送来的一份小小的礼物。